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收看零九新一期的 DOTA 视频解说。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讲解环节。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这个讲解的对象非常特殊，它是所有啊不很多 DOTA 玩家心目中最爱的英雄，也是我个人非常情有独钟的一个英雄。在之前的几个版本，我好像打职业的时候，如果没有被 ban 的话，这英雄我会第一手拿到。在之前的两期视频，他也是成功成为了这个主角，虽然说有一期是非常被动的成为主角。没错，他就是影魔。大家在这个之前的视频中纷纷表示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教这个影魔应该怎么玩呢？是吧，你这个态度不好，是吧，这个我检讨。我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讲解，也就是特地针对我之前的一些影魔的经验，夹杂了最近我这个路人的一些感受啊，总结了一些经验之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让大家平时在玩影魔这个英雄的时候能有一个理论支持。那这个讲解之后呢，会有一个影魔的第一视角从零单排冲天梯的节目之后，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抽奖环节，会抽出之前四期视频500+500+500+500，一共2000元的一个淘宝的购物券啊。那么幸运的玩家是可以在我们的淘宝店随便的选择你想要的产品。然后节目的最后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上一次的这个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好，影魔这个英雄是这样，影魔这个英雄他的一生呢是滚雪球的一生，他永远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滚别人雪球，一种是被别人滚雪球。比如说那一期的这个对住痛苦之源的影魔，他就是一个被别人滚雪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影魔这个英雄呢，其实你的第一个思考就是我提这样说吧，你在玩影魔的时候，你要有几个思考。首先你的第一个思考呢，就是你的对路能不能打出优势。那像基本上我们用影魔走中路的会比较多，因为走劣势路的影魔，这个我们不去谈它，因为它不适合影魔，这条路不适合影魔，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英雄，不太适合去劣势路抗压。然后优势路被保的情况下也比较少见，那一般走中的话，你要首先掂量一下对方的这个对路英雄跟你打是怎么样，然后你对线的过程中你也要观察一下他厉不厉害，然后你要观察一下他的出门装和你的出门装。如果你是一个蕊 pick 出门买鸡的影魔，打一个853出门的痛苦支援，他一击学了虚弱，然后把兵线控在这里，那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是吧？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这个情况你要提前预料到，就是你要之前就考虑到，就是尽可能少的出现这种你被对方的游走英雄或者是战线英雄直接就打出了很大的优势，然后直接开始滚雪球。比如说一个六级的痛苦支援看到一个四级的影魔，那其实是比如说你不小心前期被他杀了一次，然后他直接到六了，你这个时候才三四级，你就这局就很难起来了。他如果打得针对你一点的话，你这一局都起不来。所以说你前期先要有一个考虑，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一个很优势的对线情况的话，你就竭尽可能的猥琐，能补刀的就补刀，能补刀的就混经验，是吧，能耗他血的就补刀，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是大家要考虑的第一点嘛，这点相信大家很多人很清楚。但是如果要是很劣势的情况下呢，就也没关系，因为影魔这个英雄他的第一个技能叫支配死灵，如果你是853出门高富帅，你直接幽灵系带出门，直接刷刷刷攻击力直接补满了，你后面就随便打，对吧，特别顺。这种情况我们不去讨论，我们讨论的是被痛苦时间压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你混级总可以吧，七分钟混到一个七级加上一个鞋，基本上发工资你一刀都没补，但是你就是很猥琐的去混经验，这冰快死了你就凑到800码距离去混一下，这种你在中路别人是很难压你经验的。你混到七级之后，七分钟混到七级，然后有一个鞋，这个时候对方的痛苦支援可能已经开始自己的杀戮之旅了。对，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要看到影魔的第二个技能叫做毁灭阴影。这个技能它有几个小细节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吃符，推线吃符，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是拉野，这个对影魔也是特别重要。如果你中路对线打不过别人，然后你去支援又发现没有队友能够帮你，那你这个时候就只能去拉野。你在这个野和这个野43秒的时候去勾他一下，去 A 他一下，然后拉出来之后可以拉出来两波，
就说你三个影压，就算你一个五级的影魔，你三个影压基本上也把这两波大野都收了。更有甚者，你可以 A 一下这个野，然后再 C 跑一下这个野，就相当于你拉出了四波野怪，这样你把这四波野怪一收回家补一下状态，出来继续刷，你的节奏很容易超过那个痛苦之源的。你要心里有这样一个数，因为你这个技能叫做毁灭 ，OK， 毁灭影压。然后呢，就会出现大家的第二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你对线能不能打过别人，第二个考虑是你应不应该去支援队友，因为这个影魔这个英雄，他是一个后期能力很强的英雄。所以我们的两点考虑往往是倾向于保守自己的一方。什么叫后期能力很强英雄？有人会说了，他说他说零九啊，你这个影魔跟一个虚空假面六神装对肯定是虚空假面赢，那我讨论的不是这种后期能力，我所指的后期能力是指相同的环境所能打到的钱和相同的钱所能发挥的价值，这个影魔是无可挑剔的。他的装备成长性很好，而且他打钱很快。那大家要知道，这个英雄他影压很省魔，75点魔，而且他智力很高。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刷钱很快的英雄。然后他的影压加大招的这个魔法爆发力很强，而且他出了装备以后的 DPS 成长性，配合他的支配死灵和这个魔王降临这两个英雄，他的 DPS 的物理输出的成长性也很高。所以说你尽可能别死。所以说你在做第二个考虑的时候，尽可能偏保守。那怎么去考虑呢？比如说你的队友有这种很会玩的控制英雄，比如说牛头，比如说这个比较好配影魔的这种控制，比如说潮汐，对吧，这种瞬间能够把别人控制住，让你可以很尽情的去输出的这种英雄又很会玩，那你肯定更多的去考虑去支援。然后或者说你控到这种双倍啊加速啊，尤其是加速隐身这种符特别适合影魔的，那你可以更多的考虑去支援。或者说对方真的比较菜，或者是对方对你有威胁的人比较少，他都是这种被你正好克的这种英雄，那你可以考虑更多的去支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偏向于保守，就你在 farm 和支援中你会更倾向于选择 farm， 因为这个英雄是一个后期英雄，这是你要做的第二点考虑，什么时候该刷，什么时候该去配合着去支援。那我还是拿那个痛苦之源被压的那一局举例子。那局当时我是龙鹰带着节奏推了一个塔两个塔，这时候影魔该干什么？影魔根本不用管你的队友在干什么，你就知道这个局势已经很逆风了，而且你前期又被痛苦之源杀了，这时候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两个影压啪，你看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影压直接兵一收，直接不露头了，你也不敢去河道，因为你一去河道被睡住就直接死了，之后你就直接又去来拉野了。然后你发现队友在上路 PK 了，痛苦之源也去了，对你威胁最大这个点也去了，你马上又回到线上，然后把这个兵清了开始 A 这个塔，之后你看到痛苦之源先手有留你的技能，他在上路出现了，然后对方不会有这种瞬间把你秒了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方 TP 来一个人，你这时候再走，这时候对方就回了一个人防守，这时候你再去干你这种刷野的这种勾当基本上你七分钟鞋子十分钟假腿加瓶子都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有这个影压嘛，他这个是 farm 黄金期。然后甚至你出到假腿跟瓶子加上一些装备了以后呢，你基本上一波团不去，你可以瞬间推掉一个塔，这影魔这个英雄他起来就是这么可怕。然后你在这个拥有了这样的一个 farm 的节奏了之后，你将面临着你的第三次考虑，第三次的选择。这个第三次的选择呢是就是一个核心装备吧。我这里提了假腿没有提相位和飞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做这个讲解是针对大部分的玩家，希望就是假腿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绝对不会坑爹的一个选择。飞鞋和相位的话技巧性相对高一点，而且很多很多节奏是不适应，但是假腿它是适应任何的一个节奏。 OK， 你的核心装备这里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有些人会说它有很多核心装备，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只有两个核心装备。那跳刀这个道具呢，如果你的队友真的很给力，比如说这种牛头他控了一手人，然后你直接跳刀过去把别人秒掉了，或者说你的对手是小狗，他的先手技是一个 W， 他不能伤害，你可以潇洒的跳刀逃生。正常情况下我们 99% 的局是不会选择这个装备的，因为你水平如果特别高的话也不用听我这些讲解。如果你就算你水平很高，你打一个就是大家平时打的这种路人局，你一个跳刀你可以一个非常精美的操作把别人杀掉，但是你也只杀掉一个人而已，你单杀掉一个人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魔也没了，然后续航能力非常差，而且跳刀这个道具它不提升你的物理输出，也就意味着你的打钱会变慢，不加你的属性也就意味着你的抗击打能力会很差，你的打钱又慢推线又慢，然后续航能力又差，所以说这个道具是严格不推荐。
另外一个道具呢，有些人说绿帐，这个道具的话也是适应极少数的局，比如说对方有这种小狗冲脸啊，什么白牛冲脸啊，这种拍拍熊冲脸啊，这种情况下你出跳刀没什么用，你就出一个绿帐，后期还能转一个虚灵刀，非常潇洒，这个也是非常少见，不要它。两个选择，一个是 BKB， 一个引刀，这个我之前也讲过。那我一共做过这个四期影魔的视频啊，这里可以给大家回放一下这个之前的有一些非常帅的这种操作。其实如果你这个帅的操作打不出来，按照我这个思路走，你还是慢慢的可以用你的非常菜鸡的操作，用影魔这个英雄，你很喜欢他，但是你操作很差，你还是可以碾压对手。怎么做呢？这两个装备的选择是你的第三次考虑。一个是 BKB， 什么时候选 BKB？BKB 这个道具你会发现它其实增加的属性很尴尬，它一个3900的才加24点的攻击力和10点的力量，其实很弱的一个属性，它就是有一个10秒甚至还会递减到5秒的一个 BKB， 但是这个对于影魔来说太关键，就是你会发现你输了 BKB 还是单杀不掉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恶魔巫师，你想想你怎么杀他，他就站在你面前，你只能开了 BKB 一个影压两个影压中间夹杂一个普攻啊，哪怕我给你加打两个普攻，你还是杀不掉他。那 BKB 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比如说对方是一个发条，他打团先手，这时候你在这收钱，队友蹲了两个人在后面，或者有队友准备 TP 救你，然后发条后面也有人准备跟，这个时候发条直接勾过来，你直接秒开一个 BKB， 然后一个摇大，那发条肯定死了，然后他过来跟过来的队友也是拿你没办法，这个时候你的队友就把对方的发条和赶来支援的这些人一网打尽，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想到我当时有一个露娜的视频，也是前期很不顺，然后出了一个 PKB， 对方都是甩技能脸的这种英雄，比如说丽娜啊、牛啊、山岭啊这种英雄，直接上来唰唰唰甩脸，直接甩死。正确来就是要一个 PKB， 在这关键性的五秒打一个对方的一个错乱，对方刚想过来干我，这时候我开一个 PKB， 他位置很差，就直接把他们反杀，而且给队友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输出环境。这种情况下选择 BKB， 但是很多情况下不能选择 BKB 的，比如说对方无视魔美控特别多，比如说痛苦之源拉你，潮汐不是潮汐，猛犸大你，兽王大你，就 Warlock 大你，这种无视魔美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对方白牛冲脸，拍拍熊冲脸，小狗冲脸啊，小狗还好，小狗你开 BKB 可以逃掉，就这些情况，或者末日对吧，这种你是不适合出 BKB 的。这个时候其实 60% 的情况我会选择引刀，那大家会想我其实之前做了四期的影魔视频吧，其实两三期都是出引刀的，引刀这个道具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强了，这里作为影魔大部分的情况我觉得我会考虑核心装备选择引刀，因为你第一个装备选择引刀你会刷得更快，大家会考虑BKB 和引刀的时候优先引刀，因为比如说那局它是一个 BKB 之后出了支配然后又出了跳刀，那个装备路线其实是非常差的，假如说你是先出了引刀去猥琐刷了一波，然后再出 BKB 然后再出这个支配，你是 DPS 会很高的，因为引刀这个道具它加30点的攻击力和30点的攻击速度，这个3000块钱的道具它所提高的 DPS 收益是非常高的，就是性价比是很高，它不考虑它的隐身，光 DPS 性价比就很高，意味着你转后期的 DPS 会非常方便，哪怕你拥有了这个之后再配上 BKB 和吸血，它都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体系了。而且我拿引刀举例子啊，比如说那个痛苦之源已经带了很多的节奏，他已经杀了你的队友很多，这时候你不要着急，你只要出了猥琐刷出引刀，只要一波就把巨石打回来，你看到对方有一个人在上路带线，你直接 TP 到这个塔，不要被他看到，比如说 TP 的这个二塔，然后引到他身上，重叠一个重叠大，直接从就是你很猥琐的拉野啊、刷野啊，然后推线啊，升到十一级，只要这一波，你就把之前的劣势全部打回来了。然后你再去野区，再去他们的野区，你又去了这种危险的路，去单杀掉对方一个人，然后又去危险的野区去把这个野刷掉了，你一波就直接把这个经济全部拉回来了。而且引刀这个道具，它很重要的是提供了你单杀的切入、团战的切入和团战的逃生，但就是被别人抓的这种逃生能力，而且它又是后期 DPS 很强的一个道具，最重要的是它上个版本还被加强过，所以说大部分的第三个考虑是就是核心装备的选择是选择引刀的。 OK，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要告诉大家，就是影魔在20多分钟的这段时间，比如说你选择假腿引刀，这个时候你又有了这个满的灵魂和一两级的光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不太敢出去，然后又没有好的兵线去刷，
你就要去拉远股了。你可以算一下，一波远股300多块，相当于是一波半的兵。你像三波兵累积到塔下是一个什么概念？是茫茫多兵，你看到他就想马上 TP 过去啊。但是你花掉一个 TP 钱，你可能刷掉这一波兵，还不如你去拉一波远股来的钱多。就你中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忽视这一点，很多人觉得，哎，看我们视频打钱很快，但是他自己打钱就很慢。这里可能是这个细节，大家看了很多都没有记住。就拉远股，你拉两波远股，一下子打到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影魔这个英雄就是20多分钟就可以拉远股，所以53秒的时候去碰一下这个远股，去刷一下这个远股，让你拥有了第四次选择的机会。第三次选择完装备以后，你肯定是要去参团了，不可能你出了 BKB 和引刀还是不参团，还是不管队友。除非情况特别恶劣，就对方无数目眼控太多了，而且又是各种针眼啊、宝石啊，你还是没办法参团，你还是一个偏刷的节奏，那你就需要第四个装备来拯救你了。这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影魔在出完引刀 BKB 支配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配备，但是我会告诉你，我在最近的一个路人，我总结出来一个，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碾压装。在你出了引刀之后，比如说你10多分钟很猥琐很猥琐，在18分钟的时候出一个引刀，然后你又是很成功的去运营，在27分钟的时候、26分钟的时候获得了6000块。这时候你不出 BKB 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有很多无视母眼控，就算出了 BKB 加支配还是打不过正面团，这时候你可以出一个冰眼。它跟就正常影魔的碾压装我已经讲过了，就是 BKB 然后支配蝴蝶，对吧？这个你 BKB 的那5秒把大摇出来，两个影压再加上魔法伤害，再加上你之后马上的这个物理伤害，再把对方的 DPS 给正面刚死，这个确实很猛。但是有的时候你没钱出蝴蝶，正面 DPS 起不来，然后又不肉，出了 BKB 也会被无视魔眼控，这时候你出一个冰眼是可以碾压的。因为冰眼这个强大的血量啊，还有这个出了冰眼以后，就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回魔了，就是可以无限的引压去刷野刷冰都随便用，然后一波别人控不死你，直接你一个反手摇大然后就粘住就杀掉了。就冰眼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碾压装，而且它后面再配 DPS 装备也特别好配。如果你 BKB 没用的话，你可以考虑冰眼加大炮、冰眼加蝴蝶这种路线。如果你 BKB 有用的话，那还是传统的这种BKB 蝴蝶撒旦啊，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一个道具叫做分身斧，这个道具其实我觉得有点鸡肋，就是它都是属于能够扩大优势的装备，但是它不属于一锤定音的装备，也不属于这种就是它就是有点中庸，就跟双刀一样它也有点中庸。但是对影魔来说，我们刚刚讨论的一直是逆风局，逆风局你该怎么通过一个装备能够把局势瞬间的扭转回来。是分身斧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一个选择，但是去打一些这种机会球，然后通过这个一两个机会把局势扭转过来的话，我会更加推荐，比如说水晶剑啊、比如说这个大炮，比如说蝴蝶这样的装备啊、包括支配啊、甚至有 BKB 疯狂面具的这种做法。这个就是影魔在中后期的一个思路了啊，当然。这个几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推了线去控符，然后一个拉野拉远骨，还有就是这个引刀单杀，这几个点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去掌握。那希望大家在影魔的这个点的使用上面能够超神。好，我估计刚刚大家听我打讲了这么多也累了。我们看一个，就是之前我做影魔的一个素材，给大家回放一下。就是影魔这个英雄，大家喜欢他的原因还是因为他能够打出非常多的漂亮的操作。我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太注重操作，这是难得打出来一个漂亮操作，给大家回放一下。这个英雄确实很好玩。好，这边我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好，这边回头两个引压带走，然后又一个普攻，其实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有加速，我觉得好像可以追一下，而且我又是假腿。好，这样的话应该是三个人都要死了。其实这局的话我前期已经不是很顺，那个被蝙蝠杀了一次，但稳稳补刀嘛，他一波就容易起。哦，这里好像还杀了一个，看一下这里还有个水人。
走位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着急放引压。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收看这个丛林单排1602分。哎呀，刚才打了三盘 carry， 怎么说呢？发现还是打 C 比较稳，还是打 C 比较稳啊。一局这个刚前面三局，小强。这个英雄我也能打成 C， 这个英雄也能打成 C， 他的后期输出虽然说比较难，哎呦有影魔哎，1900他可能不跟我换，我问他要不要中吧，哎他换给我了，哦他是1900分不敢玩，我那个能幽灵携带出门实在是太荣幸了。影魔这个英雄他的那个前期如果有一个高攻的话挺容易打的，他这个支配灵魂这个技能特别厉害。哦，对面有末日斧王两个无视魔免的，然后幽鬼风行光法，他们这阵容不知道谁中，应该是末日中。末日中的话我会特别开心，我幽灵系带出门影魔打一个这个本身防御力又低，然后又是一个近战的末日，其实影魔压近战都很容易，大部分近战啊，因为他的攻击力一旦滚雪球滚起来，然后等级带起来以后，到了3级和5级，近战英雄拿他特别难，特别没办法。我们这边阵容也还行，队友最后觉得影魔可能不太稳，又蕊了一手小狗，这个是出于比较正常的一个思维嘛？因为影魔这个英雄如果崩了的话，很容易刷不起来，就很多玩家容易刷得很着急。这个拉比克鞋子加150出门，对方也是鞋子光法。哦，我们中路打的是一个853风行，他也是买鸡出门，他比我少买两个数，只多买一个大红，而且这波兵线他卡得非常好。这里他 A 我这一下的话是顶了一下小兵，但是因为他风行这个英雄出手特别好，所以他 A 人，我只想补这个兵，直接被他 A 了三下。是他这个无用挂件出门相当于 A 了我4下，我想反补这个兵又被 A 一下，被 A 了6下，直接残了。这一波我有点着急了，前面这个是应该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失误，有点太装了，这个兵被反补了。这样的话这个开局对我来说很伤，因为我这个出门装本来就跟他比的话本来就是一个劣势，我有点打得太着急了，刚刚那波兵应该忍住，不应该上去补，我这个吃数补不回我的血量的话会一直被他压。哦，这边他还是射兵带射人，这样的话前期已经是一个劣势了，被他射的那6箭太疼了。塔下兵也不太好补，因为我前期没补到，这就是前期影魔对线没打出优势。好的，这里终于是被塔打了他几下，好，这样的话优势能打。哦不行，他有一个大红，不过能缓解一下，他补兵比我多补很多，我这前期已经有点残了，我补了2-1。这个时候他不舍得吃他的大红，这个时候就要找机会杀他，不要用引压耗他，我看有没有这种杀他的机会。 A 我这边 A 一下一个 X 炮，哎呀，这样他要吃大红了，还没吃。吃掉了大红。我这边一个 C 炮也是没有消耗掉大红。这里这个开局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利了。2分半只补了6-3。而且我的吃喝已经没了。我现在已经是
用这个引压来收兵了，因为我现在要打出瓶子，不打出瓶子的话我就要运大红，看有没有好一点的运气能够碰回复什么的。这个前期没打好的话，就是那波兵我不该上去补，卡兵卡得不好应该自认倒霉。前期没有稳住，这个苦果也是要吃了。我现在还是差一点钱出瓶子，这个时候就算我出了瓶子，我估计他瓶子已经在运了，因为他前期补到很多兵，我就算出了瓶子还是被他压，所以我准备走极端，我不出瓶子先出鞋，而且送了一组吃数。这个就是在于我就算出了瓶子也不敢去控符，也控不过他，我喝三口水可能还补不满，正好还是劣势，我这样出鞋子就找机会杀他，然后用一个吃数。你看他已经鸟了，他还有鸟，他是鸟送瓶，他可能鸟也是自己变的，因为他确实补了很多兵。那我就要看这个鞋子跟树吃树能不能够产生奇迹了。好，他翻不掉这个兵，他这边把自己的状态马上补满了。我这吃了一棵树之后，我的状态也还行，他直接想耗我血，你看他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他这波的话顶住了兵，我又偷偷 A 他一下，又 A 一下，这边两个引压收不走，这边我直接靠前 Z 炮 X 炮 C 炮。好的，他一下没反应过来，我这直接一个四级干掉了他，因为四级的话引压打人不是很疼，这一波的话有点逆转，前期的话已经是比较大的劣势了，这波打回来了，纷纷补兵。你看我四分半才补了12个兵，以魔打风行就是容易被对方滚雪球。幻象，还是没优势。你看我杀了他一次，还是没优势。除了经验有点领先之外，我的状态很难补。这个下路的幻象，我要么去控一下。对方的上路是在断兵了。我们这边小狗不敢跟对方正面对抗。下路的话，组合不是很强势。我们这边是拉比克加兽王压不住幽鬼，对方的末日在打野，末日打野，好，这样子的话我就不是太虚了，他的几次强力击都没有耗到我，我吃书用光稳稳打。我现在斜屏加300，中路已经转回来了。有一个皮弹了他一下，我看一下这波能不能凑到 Z 炮，给定了一下， Z 炮打不到的话也是杀不掉他。那个这个局势的话，我们是下路优势，中路现在慢慢打回来一点优势，我再把这个符控了。你看七级的影魔推线特别快，这个幻象可以用来防一下 gank， 他们斧王加风行，还有末日幽鬼，他们这阵容幽鬼的等级会起得很快，因为是一个优势路单的。等一下幽鬼开大，然后末日 gank， 然后上路光法宝的斧王，应该是这样一个剧情。我现在打风行还是没什么优势，让我的队友来帮了。看一下这边我压 X 炮 Z 炮，好的，这个潜伏已久的，这个 Z 炮没压到，但是没关系，人头没有拿到，上塔破了。就作为一个影魔，他其实在中期的补装备能力是非常强的。你看风行前期已经是把我成功压制住了，但是他一个失误导致整个这个局势他救不回来了，他也错过了碾压我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这边 Z
再一次在中路杀了他之后呢，直接就夹腿了。这个末日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他身上装备没有任何的补给品，只有一个加速手套。那么 A 斧王 X 炮 Z 炮上来普攻 C 炮，这么肉的一个斧王，好，这局是顺了。说打影魔确实心理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影魔这个英雄他输赢都得放，而且这个英雄大家都很喜欢，那我要是打得很惨很菜，这直接放出来，我这不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吗？所以说这个丛林摊牌其实风险程度很高，我是答应大家什么局都放，万一真的被这种路人虐得很惨，这挺尴尬的。我这边终于是稳稳的做出了假腿，然后 TP， 然后又直接变了个鸟买了个鸡，变了个鸟买了个眼，这也是稳稳打，因为我感觉到对方的这个装备起得蛮快的。斧王刚才挺肉的，有没有感觉到三炮银牙才死？好，这个眼的话也是用来保护一下我的一个 farm， 因为我们的野区一般小狗在站，然后我就只能刷线上的钱，线上要站住。这里我跟兽王打了个字，啊，这个光法可能帮这个风行插眼了，可能也是这个拉比克被他看见了。哎，这个就挺尴尬的，刚刚那波干可没成功，其实挺伤的。这个兽王也去野区了，这个小狗本身就在打野，兽王也在打野。如果我去中路带线的话，你看刚才我看那个塔我不敢打，因为幽鬼开大，末日有大，我去打塔肯定死了。所以说刚刚那个机会，拉比克如果不上来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中路杀掉的话，节奏就会很好。但是现在他们都钻野，我得在中路顶住这个压力，而且下路幽鬼也没人管的一个节奏。这时候我在中路要站住线，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末日点金。哎，这风行直接定我，末日开焦土，幽鬼开的大，我这个末日直接给我丢大，拉比克过来帮我控一手，我可以回头 A， 我这边力量腿，我想到可能有这个剧情，直接四巴掌 A 死。看一下风行对我可能也有想法，射了我一箭，射了我两箭，要射我了。好的，躲掉。这边 X 炮、Z 炮摇个大，他是没有分布的。哎，这斧王满活。哎，好的好的，补掉这个兵，这个力量腿还是很重要。光法的波。哦，这斧王好弱啊！啊，我还是把这个线给站住了。诶，天无绝人之路啊！影魔这英雄他太容易滚雪球了，他控一个符对他来说，瞬间就可以又刷野又这个推线，非常的高效。对面还有人在拍我们的眼。哦，又是幽鬼也先锋盾啊，先锋盾大魔棒补刀斧。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勉强把中路线站住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出的装备。就我现在四杀零死一助攻这个战绩这么豪华，哎，这个光法，四杀零死一助攻1400块，我还是没什么好处的，装备好处的。好，兽王来配合了，这波小狗也来了，这个塔可以拿掉。开了塔防。这塔防开的让我没办法补了，不过2000了，末日第二次大招，我这边还想 A 掉他，小强上了，这边直接给了大，我这边两个银压加一个普攻直接带走，幽鬼末日想切我，我这边 Z 炮直接刚正面双刺，看我这个输出很高，这个就是点击末日前期作战能力差的一个点了，防很低，这边不干我了，这我爽了。12分钟直接节奏全回来了，小狗要死了。这波我已经竭尽可能了，先是两个引压带走了风行，然后高输出的一个物理攻击带走了末日，这时候刷一波野。
不能等了，走了。有鬼收人头，有鬼十一级，跟我等级一样。我杀了六个人，怎么跟他等级一样？我中单的。狮王在出死灵书。你看，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小狗是点金，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局势，影魔这个英雄他风险性很高。一个是你中路对线已经很难打出优势了，现在别人都知道干影魔，所以说有你的可能性会很大，所以说你中路自求多福。如果要是你节奏一旦崩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局势是不好翻的。幽鬼的节奏已经非常顺，然后还有一个末日啊，虽然说末日连续死了两次吧，连续被我 ace 两次，但是他还是很顺的。这边呢，我打了自叫队友手，如果他们过去的话，我是可以 TP 的。我没有直接 TP 出去收钱，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为了支援中路这一波。现在我正好下路打过一个引刀前，直接买引刀，中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中路现在对方的末日还不在，幽鬼大招可能还没 CD， 我这边躲一个波，突然看到了斧王，斧王这边吼了我一下，小狗 W 呢？那小狗开了狂暴开 W， 我这边两个引压全中，他们两个直接没状态了，这爆发力非常高，而且我力量腿，感觉自己不会被秒。这时候我的引刀到了，这就是一个带节奏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时机，中路一塔正好掉了。我就隐身引进去看一下，他们不知道我有引刀，这时候又打一个信息差。好的，我引到这个位置，直接重叠大，秒掉了风行 C 炮。斧王确实很肉，这个我干掉了。还有个末日，我这边又开了第二次隐身，要等他这个大招。好的，大招给了小强，我这样又可以 A 他。末日前期防御非常低，被我 A 了四下也非常疼。一个 C 炮带走，这个时候他要追兽王，我要扛一下。哎，五十电魔，哎，切了肢体腿还差，你点。我这幽鬼十三级，我不应该去帮那个兽王弹一下，哎，不应该帮那个兽王去扛那一下，这个也挺伤的。我如同神一般杀戮被对方幽鬼终结了，这幽鬼十三级，我才十二级。然后也是怒切加腿，没有够魔。小狗九级，幽鬼十三级，这个压力很大。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在前期那个对线失误被风行连 A 了六下之后，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谨慎了，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个视频丛林单排，什么都就算输了也要给大家看的，所以我压力很大，就是很谨慎很谨慎，通过一些极限的操作达到一个九杀一死一助攻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我等级比幽鬼还低一级，你想想看，我如果要是没杀这么多人的话，对方的幽鬼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然后我们小狗的话肯定是 carry 不动的，这盘还是要靠我来 carry。 我这边现在引刀加下一个装备是选择 BKB， 直接买了一个斧头在身上，然后我这边告诉大家是推下，然后发现我们的队友已经是动手了，正好这个人头啊没有拿到，来收一个人头的话，灵魂瞬间就可以满掉。中路我也是不打算去守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可能守不住，这样的话我是告诉队友我们要推下。没有选择加防点，选择暴力一点加这个，哎，这一波我们看到了风行是捆住了我们两个队友，我大招又好了，但是现在没灵魂。幽鬼开了大给了标，我这时候要报仇，我这边直接一个重叠大，有没有？虽然说灵魂不满，但是重叠大的伤害太高了，这边直接一个 X 炮 C 炮打中一炮，末日又要干我，这边直接给了我大招，但是我输出非常高，直接 A 这个末日。好的，这波虽然说我死了，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贡献已经很足了，我基本上把对方的技能全吃了，而且把幽鬼给秒了，队友收割了。小狗还是属于一个没有做出对局势做出任何贡献吧。好，这波队友双杀应该是没有问题。哦，这个斧王，哇，十二级，我还是挺有危险的。这波本来想说秒了幽鬼都已经稳了。大家可以想想看，这局如果要是我给这队友玩影魔，我觉得挺危险的，也是挺危险的。因为影魔如果中路崩了，不能带着队友打架，然后另外一个小狗又在不断，哎呦，这边刚的弓，哎呦，运气真不错，这假腿没白出，把那个斧王 A 死了，升到十三级。影魔还是太嘲讽了，狮王
一波就跟我等级一样，十三级了。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中路也崩了的话，不能带着队友去打架，没有这种这么好的节奏的话，我们这个阵容肯定是猥琐刷的节奏了。然后猥琐刷的话感觉也刷不过对面，因为那个幽鬼挺会玩的，幽鬼跟末日这两个核心他刷起来肯定比影魔跟小狗这种不肥的情况要好，要厉害很多。但是这局的话我是成功的在中路的这个资源能够把它用到 PK 上面，带着队友打架，而且还能出装备。那这种局势的话，我也是打字跟小狗说了一下，刚才我说你没必要死刷，这个你可以出来打架，就算你打架死了能够做出贡献就可以，这个局势还是挺稳的，因为我现在很肥。这个他给我发了个信号，然后把那个符吃了。这波我是在高地上面开的引刀，我要进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哦，直接真眼，这太凶了。我这边直接被斧王吼住，中了光法一个冲击波直接残了，远距离要个大吧，我能做的就这些了。好像幽鬼死了。哎，我们这波打赢了，还是他们猝不及防吧，把伤害全部都放到我身上。但是他们直接这个针眼，我是没受得了。好的，队友节奏已经全起来了。末日这个时候他出了一个秘法，那他这两波节，他应该说末日和幽鬼两个他们最肥的点啊，包括斧王这个点，他都是节奏已经乱了。末日他在没有护甲的情况下，刚出点金的那段时间出来杀我，那第一次杀不成功，然后第二次又被我 A 死了。我这里很虚，我不能让他给我放大招，但是我又很想刷掉这波钱出一个 BKB， 这很纠结的一个心态，所以我的做法是，哎，这个就很讨厌，还是不够钱。我的做法是非常远距离的压了一个 C 跑，让他感觉到有人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那个时候他在偷偷的带我们的线，他心态是比较虚的，所以他中了一炮以后，他突然很慌，他可能没看我状态，直接就是逃了。但逃了以后他又回来，就有点太没面子了，所以说我估计他就是准备铁了心要逃的。但是我还是有点虚，万一他绕过来给我个大招怎么办，所以我还是挺虚的，随时准备按引刀撤退。那像影魔这个节奏一旦打出来以后，他这个英雄是很容易越刷越快的。你像刚才那两波团，一波团是我堵了枪眼儿，就直接用大跟那个黄继光，就是把那个幽鬼给那个什么给干死了，然后他们技能全部给我，然后队友收割。还有一波是我开隐身，本来想进去开一下节奏的，但是没想到对方那儿直接有针眼，就是把技能全部丢在我身上。我没死，我远距离摇了个大，然后我跑了。那这两波团下来之后，我又是收钱，很快的就可以出到 BKB 了。这局的话，我还是准备稳一点出 BKB。吃到了一个双倍，我觉得上路会有一个机会。我这边让他把老鹰往前放，我这边就不贴身大了，直接把这个光法 A 死，然后还剩一个风行开了风步想捆我。这里小狗一个减速不够，我又摇了个大，现在的局势来说就已经比较稳了。好，十六级了，这波双倍攻击力直接杀了两个人之后，瞬间把他们两个塔都拿掉了。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输出太高了，然后对方也拿掉了我们的下塔。这边幽鬼末日节奏还是不错，他们幽鬼斧王，我这边开引刀看能不能够再遏制他们一下。双倍没有了，但是我的输出还是很高，可以直接把这个斧王打死，还剩一个幽鬼。幽鬼这边我正好卖了一个节奏，这幽鬼还不想走，你看这个他们就很尴尬，我又是用引刀带节奏。那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一局
我其实是在节奏上面帮助是非常大的。首先我中路单杀了风行，然后呢队友去收野的时候，我在中路硬生生的顶在这边，然后成功的打了一波，已经杀到 Godlike 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杀的，就是前期先是吸引他们来干过，然后反杀，然后出了引刀以后强行带节奏，就刚好达到一个引刀，然后刚好隐身进去又带一波节奏，然后之后又是，哦对，之后好像被幽鬼杀掉一次之后呢，我是强行隐身进去把幽鬼又秒了，因为我当时觉得幽鬼节奏太好了，比我等级都高，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把这幽鬼杀了，然后我死了，然后给队友创造了一波收割，还有一波是，还有一波是我直接从那个下路的这个冲进去，出了引刀之后，这几波对局势的帮助都太大了，所以现在我们局势已经瞬间顺了，大家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我觉得这一局里面玩的还，我这个点玩的还是很不错的。那像出了引刀之后连续的这几波也是把我们的经济优势完全的确立起来，包括刚才那一波也是很重要，刚那波我吃了一个双倍，然后去上路直接杀了对方两个人，这个时候又利用这个双倍攻击力瞬间拔了对方上路两座塔，而且我下路 TP 下来以后又是开引刀用生命带一波节奏，直接把对方的斧王跟幽鬼两个人全杀了。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斧王加一个幽鬼，他们想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简简单单一个引刀配合一个小枪就把他们两个全杀了，这个时候我的装备已经是有点挡不住了。所以这局有没有小狗其实无所谓，你影魔这个英雄打顺了，他中期可以带节奏，后期可以当一号位打。大家可以看到我更新的装备，我更新的装备是BKB 和水晶剑，然后直接又带队打了一个肉山啊，这样的话就已经很稳很稳了，就是局势在十五分钟之后有了一个瞬间的一个变化。这边我还非常侥幸的吃到了一个幻象，1537的血，有 BKB，只要末日大火之前我开了 BKB， 我觉得我这个输出是会很高，而且我现在有盾，他们正面完全没法跟我们打，这个时候就可以随便碾压了。好，又拿到了塔，对方还在上路拼命牵制，斧王跳刀，光把这个守高地还是蛮恶心的，光把风行守高地，这末日是隐身引刀了，末日引刀出来踩了一脚没踩中，斧王跳了一下也没跳到我，这波他们一个操作失误，小狗怎么就死了？哦，末日可能大招给了小狗，刚才末日好像是大招给了小兵吗？还是怎么着了？我感觉末日好像出来什么都没做，他正好踩了一脚没踩到，那这波我们可以不打了，我再去滚一下我的经济的优势。影魔这个英雄确实挺容易出洋相的，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大局观，对吧？你在这个，你像这局的话，我刚真的有点心虚了。我在被风行压得比较惨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点心虚了。万一我对线没有打出这个对风行的优势，其实这局挺难打的，就很容易输。而且我这个点很容易打崩。幽鬼跟末日对于中路的压力都太大了，而且队友，你看这兽王，我还指望他就帮我gank一下，他走过去稍微看到没有gank机会，他直接钻野区去了。这种情况下，你兽王跟小狗一起钻野，就不给我这种打野的机会，逼着我上线，这就太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局观要告诉你，你这个出丑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也就果断的这个好好打。这里边我也比较浪，因为优势比较大嘛，就比较浪了，出了一个疯狂面具。那这个道具我是准备卖了，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疯狂面具放在地上，小鸟赶紧回家。好，哇，他是跳过来的，他不是引刀。你可以看到他们装备，这幽鬼27分钟辉耀加先锋盾，我前期杀了幽鬼这么多次，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局势，如果我中路是不顺的话，就是一个积极的节奏，然后又是掉分，太危险了。我们现在开团强势，虽然说幽鬼还是保持自己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 farm 节奏，但是我的一个节奏已经无人能挡，就是没有人能挡住我的这个节奏了。这波势必是非常强势的一波 BKB 加风脸加水晶剑，几个都是，而且又不朽。哎，有那个，我这边直接开 BKB， 这个末日又是慢了一拍，直接把 A 死，十秒 BKB。哦，不是十秒，九秒。刚刚下路开过一次，这个没肯特别特别尴尬的没有加到我。我直接疯狂面具加引刀，看这个人头能不能跟得上。这边光法把他想往回拉，这边他开风步，直接一个普攻。谁死了？被虐你太笨。这是那个兽王吧？哦，这个高地还是有点难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行，还是要走装备碾压的路线。这个局势还是不稳，你看他们不敢跟我打。其实我刚刚是想用生命带一波节奏，算了，没有危险。这个局势还是不稳。幽鬼末日斧王这个挺凶的，我再去刷一下。这个风光面具出的还是不太好，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出冰眼。这个阵容就是应该出冰眼的阵容。BKB 的，其实我这局 BKB 都可以不出，你觉得我出 BKB 作用大吗？其实我觉得我 BKB 都不应该出，我应该直接出冰眼，就是引刀冰眼，然后支配引刀冰眼支配大炮，对，这样一个，或者说蝴蝶。现在的话可能没有人跟我对 A， 就幽鬼不太敢跟我对 A， 可能出大炮会比较好。但是既然已经如此了，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大炮做出来。出完大炮以后，这套装备就是影魔现在的爆发力成长性最高的一套装备了。但是这个装备这局不是特别适用，因为BKB 没有办法躲末日的大，所以说这个装备还是没有办法碾压他。只要一个，我这边盾的时间到了，刚才把盾用掉了，这里开了风光面具和引刀去赶战场。这波幽鬼加斧王想杀小强，但是他们配合失败了，小强这边跳过来点个灯，我直接几巴掌把他 A 死，这个太爽了，这个输出还是爽，大家也看到了，还剩一个幽鬼，也找不到他了，被烧死了。小狗在血骨锤之后出了一个暗面，你看我开了风光面具，看这幽鬼敢跟我 A 吗？他不敢 A， 不敢跟我 A， 没打出暴击。这幽鬼也挺弱的，出先锋盾也打不太动他，这边给了我个标，哎，捆住我。是你们敢打我吗？我有 BKB 的。末日，还好，这末日良心发现，这个大招给慢了，让我开出了 BKB， 让我直接 A 了他几下，直接把他快 A 死了。然后一个贴身的大爷是直接把幽鬼干掉了，这波又是生命带一下节奏，没办法，太肥了，要反补一下团队，不然的话我自己太肥，又是压制队友，必须得反补一下团队了。那这局的影魔就非常教科书了，对吧？我也看了一下，对面他们死了一个幽鬼嘛，是核心，他们的主要输出点，幽鬼跟末日都死了，所以说这波队友可以尝试一下高地。哦，但是小狗的输出好，干光法，你看小狗其实是杀不死人的。这个就小狗钻兵了，杀不死人，打塔也不疼。小狗装备出的不是特别好吧，他这个时候选择出暗面双捆，还好他们输出没有活。我们这边通过我一个引刀对局势的帮助，已经是
优势已经比较大了。那这局最关键就还是引刀，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十五分钟，从五分钟到二十五分钟，从五分钟到二十分钟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也是引刀玩，引魔术引刀玩的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线的时候可以考虑来打一下远古，我这波出来太慢了，不然还可以刷一下。哟，这个小强他装备也好了，你看双刀大大根了，大家装备都有了。这个高富帅的拉比克还在想出紫卷，好，现在灵魂没满。这波能不能让我稍微收割一下？我去打波野，你们卖一下。这样的话，对面局势也是瞬间被压制住了。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下下，但是实际上在。还想，哎呦，又是我卖，末日跳踩到我，我这边开了 BKB 之后，直接被 A 死了末日，但是我不能上了，这个幽鬼要切我了，我直接去吸血去了，这波又是我卖，这不太好，我吸血去了，我太喜欢卖了。再打一波远古。留一个凤凰面具，看一下下路的兵线不是很多，我准备直接去打肉山了。你们在中路再玩一会儿，他们中路没有我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好像。哎，幽鬼出来了，这幽鬼出了刃甲，啊，这个被小鬼要干掉了，这刃甲也是没有发挥作用。其实打小狗是应该出分身斧的，幽鬼这个英雄打小狗是完完全全是靠分身斧这个道具的。给队友一个信号啊，不要走，这波是我完美的一波。贝涅你太笨，也是觉得这一局影魔对局势的帮助确实特别大，所以打一个快来，后面又用两个波浪线来表示一下他非常愉悦的心情啊，一会儿可以等着加分了。这局的话我已经尽可能的不压制你们了，用生命带了这么多波节奏了，这个再加三真的不能怪我了。哎，这个跳猴，哎，是直接把 A 死。这波我学乖了，提前开 BKB， 而且也是几刀就，这个末日还是出装不对。末日这个英雄啊，我怎么看呢？我觉得他还是战鼓要早一点。你看他出了秘法，他出了点金之后出秘法跳刀，其实。无非就是想撑点魔，然后想增加一点机动性，然后他血还是很低，又没防，这些一切一个战鼓都可以完美解决。我这边引过来之后找一下节奏，啊，他可能杀不掉，要封布。我这输出太高了。没办法，被我拿到优势就是这个洞。五千六啊，正好是把这个盾用掉了，我也是非常开心，这样的话又可以更新一个装备了。好久没有出这个圣剑了是吧。传说中的小狗被斧王跳砍砍死了。这边一个 C 炮收掉光法，看一下，哇，这个输出真是爽，有没有。这个时候已经是37分钟了，这个时候防御力对于末日来说就很重要了。我觉得这局吧，末日打野他可以早点出这个相位加战鼓带下节奏，把这个影魔压制住，然后再出
西瓦这样的道具去走一个打架的路线，那么这局会很顺。我这局也是侥幸吧，侥幸在中路把节奏打出来了。然后你看，一旦我拿到优势之后，我这个装备，我拿到装备以后，对局势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对，末日给他了一个发育的空间，他出了一个点金出来带节奏，这个选择其实是挺错误的，因为他出了点金，他还是只能刷。这波啊，刚才那波已经是被我爽到了，几巴掌 ace 末日，这波我要让末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爆发力。要走，打着，哎，这冯开了刃甲猴，我开 BKB， 哎，这个可爱的兽王，这个兽王，这没有人管他，他飞鞋跑得还挺快的，他直接就把这个，这兽王跑了，快跑快跑，这兽王表示深藏功与名了。跑的飞起啊，这时候飞鞋的一个重要性，他前期不是假腿吗？这兽王那个鞋的选择也是很精髓，前期假腿让他能够成功的这个砍死斧王完成反杀，这个后期的飞鞋让他能够带着我的圣剑健步如飞啊，也是让我差点吓了一跳，还好他们这边没有特别适合用圣剑的，万一又翻盘了，我又得传一个自己被虐的这种视频上去，这你看。所以说丛林单排这个节目虽然说很多解说都在做，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个坚持每一局都放啊，这个丛林单排这个节目还是压力挺大的啊。不过小狗也起来了，小狗这强袭再出了，他这个装备就成体系了，本来他这个装备还是不成体系的，假腿点金碎骨锤加那个，看他已经准备，诶，你看他在这等我，不行了，前面已经被抢戏抢得很厉害，这个就不太合适了。你说这局我为什么要用生命去带节奏呢？我保证自己一个神装，而且我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要说那句话，我真的会出一个冰眼。疯狂面具和圣剑这个道具太不稳了，不太适合我这种有这种嘲讽倾向的走位的人使用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我的戏份啊。这个兽王还是说没有我的份了啊，这个好像确实也是这样，我已经是很极限的来赶这个路了，想要疯狂面具爆发一波，但是发现有一个孩子已经啊，这个兽王还是非常可爱，叫被虐你太笨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加分情况也是成功的压制住了我的队友啊，这个被虐你太笨同学还是加了比较多分的，但是其他的队友也是被压制住了。小狗其实战绩还是不错的，12杀3死8助攻，但是他没加分，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这局影魔加分还是挺多，加了15分的天地分。总的来说这个情况我非常的满意，在前期开局不顺的情况下，其实那段时间我真的打得挺不错的，我自己都觉得，就是当然也是基于对方的一些失误吧，在前期对阵那个风行被压的情况下是成功的抓住了一次三压的机会，因为我不三压的话是杀不掉他的，他当时五级我四级，他开风布我不可能杀掉他，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我一直在算血，大家可以切回去看一下我那第一次击杀，我如果要是想 X 炮加普攻加 C 炮靠我一个二级的影压是不可能带走那个风行的，所以我一直在算血，那个又不敢把他打得太惨，把他打得太惨他就会走回去吃水吃瓶子，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真的是找了一个机会，用我那个鞋子的移动速度突然一个近身 Z 炮 X 炮 C 炮三个影压全部打到，而且中间没有用普攻，一用普攻他就会打那个风布，然后他那个风布跑得又快，我就一下子杀不掉他，杀不掉他我还是会被他压，就是当时的情况就是我已经被压了，我真是摆脱了那个情况，然后反而是拿到了跟他对线已经拿到了优势了，我已经比他肥了，这个时候又很合理的控到了一个恢复神符，然后再加上对方的一个幽鬼跟末日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情况啊，包括风行那个时候因为他本来优势挺大的，他被我一下反杀了，他一直憋了一口气在心里头，他
有这种冲塔杀我的这种现象，那一下子就被我把节奏打起来了。那波反杀了他们两个之后，好像啊，好像中间还杀了一个斧王吧，一下子把经济优势建立起来。我一直在忍，一直在忍，除了打腿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到引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质的飞友直接引过去，把那个风行秒了，然后又把谁杀了，然后又用引刀又杀了末日，然后又成功用引刀杀幽鬼，整个一系列的活动在十分钟，在五分钟到二十分钟，这十五分钟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大家可以反复去看一下。我觉得真的这局影魔打的还是不错，就当然跟我那种挑选出来的局比可能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就是作为随机去打，就是随机打一盘，就是肯定要给大家看的话，这盘影魔真的打得很不错了。除了引刀的那几波也是打得非常漂亮，而且反保的团队唯一有点瑕疵的地方，当然不是说最后那个送圣剑，那个时候已经局势已经稳了，就唯一点瑕疵的地方就是不应该出那个BKB 水晶剑这个路线。我觉得这局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可能会选冰眼，我觉得冰眼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你也看到了，我出了 BKB 水晶剑疯狂面具大炮，我还是拿这个幽鬼没什么办法。但我如果要是一个冰眼的话，首先末日大我就不是很慌了，然后我这个冰眼不管是粘幽鬼粘末日粘这个斧王效果都会很好。这是一点点小瑕疵吧。那这局的话，我们这边的小强兽王还有拉比克对局势的帮助都是比较大的，然后配合我的一个中前期的一个发力，直接是把对方的节奏给打破了。虽然说对方幽鬼的节奏还是好，就被我杀了，我看到幽鬼这个点节奏不对，等级比我还高的时候，我已经很针对幽鬼在打了，成功杀了他好几次，但是他还是27分钟就先锋盾加那个相位加大魔棒的护药，在这个水平段的局里面，这个幽鬼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斧王的话呢，他前期光法保他很顺，想带节奏没带成功。末日的话也是给了他一个野区的资源，但是他出了点进去带节奏没带成功，这个都是打的不是很好的地方。包括风行他前期压住我了，但是他有点上头，被我杀了一次之后他有点上头，然后被我直接就一个针对就搞得他没办法翻身，也是直接死了12次，比较尴尬，他们三个死了次数太多了。那这期视频也就到这边啊。那影魔这个英雄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在08年我还没打职业的时候我就疯狂的玩，这英雄也是属于一个很有深度的英雄，很有深度，能够玩得好的人会玩得特别好，玩得不好的人也会成为团队的一个非常容易成为团队的一个拖油瓶。这局的话比赛不长，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这段时间，大家真的可以好好去看一下。我觉得能学到的东西还是有的。那这期视频节目到这边，然后我们片尾会有一个抽奖，会有一个淘宝的一个推荐环节，然后还会有一首歌。好的，输入 ls2009 点淘宝点 com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非常精美的我们的零食店了啊！每当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内心就有抑制不住的冲动，因为我们的零食店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了。我这种说话是不是有点不要脸啊？这次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这个节日我觉得对大家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像我是经历过一些挫折的人，那我觉得在非常危难的时刻，在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非常的卑微啊，在觉得全世界都背叛我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而且他永远会为你考虑，不计报仇的，他就是我们的母亲啊。来我们店消费的，我相信很多大家都是学生，能够通过自己赚的钱来消费，我觉得首先我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能够来我们店捧场，非常感谢各位。然后如果大家是通过自己赚的钱来讲，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了不起，但更多的情况是大家父母给的钱。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推出一个活动，给大家的妈妈准备了一个切菜的护手器，这个呢是有包装的，包装打开呢是一个戴在食指上面的一个，就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因为我也不切菜，但是算是我们一个小心意吧。然后到了这个零食的推荐环节，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这次呢，这个竹炭花生，挺健康的一个花生，还有这个牛轧糖，小时候就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这两个我们都是有的。竹炭花生大家可能觉得之前觉得会比较贵，我们也是始终死活把大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啊，使劲儿去谈价格。大家可以发现，所有零食店，我们的零食店一定是价格非常的
非常的周到的，就是一定会是最低的价格，能让大家在我们零食店选购最放心的食品，最低的价格，而且是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选择的。这次要给大家隆重介绍的是这个鱼皮豆腐，这个是我吃过的豆腐里面最好吃的一个豆腐了。这个豆腐实在是太好吃了，它是这样的，九毛九一个小包，然后呢，它外面会有一层香料。会让你感觉到入口的时候还是很鲜的，不会像包装的豆腐就很老或者很硬，都不会，它不会很嫩，不会让你嚼得很没有嚼头，很有嚼劲儿，而且又不会很老，关键是还很香。这个豆腐吃起来就怎么说呢，我吃了就有点，我说到这个就有点想咽口水了。反正大家听我推荐肯定没错，这个豆腐肯定是真的很好吃的，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真的很好吃。很有弹性，很有嚼劲儿，然后还低脂肪，是吧？香浓软嫩，其实这个不是很嫩，挺有嚼头的，是这样一个豆腐，它也挺香的。对，豆腐我觉得能做成这样真的很不错，当然它价格也定的，对得起它这个零食进了我们零食店的这个价格吧。然后这两款，这款稍微贵一点，这款是1.09元一个吧，然后这个稍微要硬一点。我觉得这两款豆腐我个人来讲更喜欢这个便宜一点的啊，这个豆腐特别好吃，大家不管你在我们店怎么选，不要错过这个豆腐，不会让你失望的。那这次就给大家推荐零食店，就推荐这个产品吧。然后我们的外设店也是有这个护手系的这个活动，然后套餐的话还是老套餐，因为我每选一个产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把关的，比如像键盘就是龙牙，还有6260，还有这个复仇者边上有一排键，你可能刚用的时候不习惯，那用就觉得还是很方便的。然后鼠标的话就是牧马人、嗜血狂，还有这个战地0300这几款鼠标，相对的都会有套餐，当然会有一些冷门的，比如说有些人会发现很喜欢这个 WE 键盘，但是经常缺货，很多人给我发消息，我就没一回，因为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店自己缺货，是全国缺货，他们一旦火了以后，他们全国都没货，而且我们其实跟 Cherry 老板关系特别好，往往是我们先拿到货，所以说大家在我们店买，肯定是比其他店买更早拿到货的。其他一些产品就大家自己去选了吧，比较小的一些类。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赶紧进入大家最喜欢的、最期待的这个抽奖环节。好，我们首先抽出的是地精伐木机，就是上四期的这个视频的一个奖，536页，然后是30楼。这样的话，第一位获奖观众是第400页的第15楼层的朋友，我们切入去看一下。哎，这里非常感谢有一位朋友给我做了一个专门的留言翻页器，这个神器实在是很厉害，它可以直接翻页。你看这一期的视频是536页，400楼第15楼，怎么翻来着？哦，这儿，400。哎，怎么不翻了呢？哦，翻了。好，400楼第15楼，我们看瞬间就翻过去了，1234567891011121314。好，这个宵夜枫叶萧萧的这位朋友打了很多地，我们来确认一下，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啊，没错，是这个叫做枫叶萧萧的这位朋友，恭喜你获奖。好了，我们继续抽出混沌蝙蝠这期视频的获奖观众，一共是492页，那么是396页的第16楼的朋友。好的，这边396页。396页第16楼，12345678910111213141516。好，这位叫小妖 ZB2 的同学，恭喜你是获得了500元的淘宝购物券。好了，我们继续抽出大
后期的故事546页的留言，也就是龙鹰的那一期视频，我们抽到的是第275页的第22楼的朋友。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75页。好，275页第22楼的朋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然后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没错，这位叫做被人注册的 ID 就是这么亮啊，用被人注册的 ID 都可以获奖，你真是太威武了。好，这位朋友他也说逆风局比顺风局打得亮，就是我呢比较懒，其实 我这个人大家都说我挺聪明，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所以一般能偷懒了就偷懒了，如果不是特别危险的时候不会特别认真。好，我们继续抽，还有一期小黑影魔古宫686页的留言，然后是88楼的第88页的第20楼的朋友。好的，第88页的第20楼啊，最后一位中奖的观众啊，我们依然这次我从下往上数吧，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九神加油啊，抽奖。这位叫做 ALAHYANG 啊，那抽奖的抽中奖的是少数，但是这个算是我一个心意吧，每一期都会给大家做一个这样抽奖，只要我们的店铺还在正常运营，我都坚持会把这个活动做下去啊，除非有一天运营状态不是很好，所以说我只能说我争取一直把这个抽奖活动做下去。这个以上的四位可以在我们的淘宝店选择500元的商品，不管是服装还是外设还是零食啊，随你选。那这期的这个视频也要到这边结束啊，这四个观众呢还可以在联系我们过程中可以给我提一个要求，让我来给带一句话，不管是给你的开黑的好基友啊，或者给你的女朋友啊，或者是发表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啊，都是 OK 的。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视频比较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片尾还是会有一个歌曲送给大家。Just